啊，你怎么了，哥哥？哎呦，上楼喽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卡住了，出 bug 啦！啊！怎么办？鲁文尴尬，我要玩哪个？盗贼专门从事肮脏勾当，用布而不用传导方法进行战斗，哇，很适合我。肮脏勾当哦，蛮族，哇，那一根棒看起来很强哎，我操！马法师以高智力进行远程战斗，哈哈哈哈哈！这里啦，15对，王族才12嘞。嚯，这个盗贼要13呢。身为一个盗贼，比王族还聪明。好，让我选王族好了，王族好像很屌，王族还送一把戒指哎，而且他等级一比较划算哎，那我要玩王族，可以叫阿嬷哎。阿嬷战鬼，他脸差太多吧？直接换头哎，好恐怖！那眼睛大哦！哎呦我靠！哎呦！哎呦！我操！哎呦！哎，你再来看过。哦，是肤色、年龄，30啊，30还算年轻啊。为什么80也看不出来？有啦，有相对干扁一点点啦、啊。胡须，我靠，鸡鸡上，小鸡鸡须呢？哦。米金全师，哦，另外一边的米金全师。夢ならばどれほど良かったでしょう。跟我比牙齿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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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公司穿越系列在恶魔灵魂里面写歌，是否搞错了什么？干，我如果真的捏一个那个米金玄之出来，不知道会不会被编。你就穿暴露一点，然后取名叫米金玄师，就不会被编了。我被他直直的打吧，这样好了。那不然叫奇金玄师好了，反正都是高雄人，不用分那么细。哈，还五金全失呢？就是你买了五金食物，全部都失掉的意思。鲁叔叔，2020，30岁，在恶魔灵魂捏米金全失，扮成黑暗女巫，重新出道。有这个发型，我就可以想象得到可以阿姨了。从零开始的恶魔灵魂生活。撸奥，有没有看得出来谁是谁？好好像 QTT6 都可以打 QTT6， 那我要打什么？哎、欸，刚那什么？撸阿巴，哇，撸阿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好像很屌。撸阿巴的奇妙冒险。Brave soul who fears not death. I shall guide you to the fissure. 不是啊，酷啊，我怎么会有胡子啊？What the fuck? Why? Why I have 胡子? Shit!你是多屌？我为什么胡子到底哪里来的？我也是不懂。你看，还说 PS5 有多快，还不是让人等到都老了？干，真的老了？为什么？你怎样？你是 PS5 真的很快啊！时间加速，这是替身攻击。撸啊发呢？
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长胡子？帮你呼呼，还是乖乖拿近战武器啊！你干嘛？抱大腿是不是啊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心情？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啦，吼！虽然我长胡子，恶魔先锋哦，哎呦！我是柔夫屁屁呢，赞呢！啊！我被一掌拍死了 ，You die！ 我很迷惘，507，真了，你不会玩游戏吗？好期待掉落。我好迷惘What are you doing? I'm sorry, sorry. I just got dulled. 看了猫汤剪的鲁苏苏开箱精华，看鲁苏苏这么开心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期待 Rise 出那一天的鲁苏苏 RDR。Rise 出的那一天的鲁苏苏 RDR。哈哈哈哈哈！当年跟着看台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现在都长大了，该出社会努力赚钱养鲁苏苏了。嚯、哦，魔物猎人，我、哦、干，一口吃呢，吃水莲哦，我整把抓起来啃。库存哦，补一点点血，补血，补很多血。鲁叔叔很省，吃咸叶草就好了，只要不被打到就不会扣血，就不用吃补。哎呀！哎，很凶。What's arm around you？ 哎！看，我都走第一区就快头破血流呢。好了，吃咸叶草了。鲁苏苏已经30了，不会再大意了。不会再大意了。给我乱轰！敢不敢再白目一点？哎！他这什么？干！幽冥魔血！快！我团！哎呀！吃，哎呀！翻滚的时候到了，商人在前方等着。先看这怎么死的。冲啊！嗯？看不出他怎么死的。你们干嘛？我怎么给我乱丢？人家急歪。冲啊！哎呦！You die！ 冲啊！哎呦，有点麻利！冲啊！巴巴啦，没空了。我全世界要冲过来嘞！巴巴啦！哎呦！欢迎光临，新朋友都有优待哦。借过啦！你怎么都不让我过？一二一二一二，我抓干汤啊！这么可爱啊！
有没有人胆敢来与我一战？啊！哎呀，干！哎呦！Fireball！ 魔法弹，魔法弹，魔……哦，干，这个魔法好强啊！不愧是我王族哥哥。哇啊！歪了歪了，发呆发呆，哇！哎，怎么卑鄙？我魔法师呢？哎呦，我靠！吓死我了你啊！哦，哎呦，我走啊！哎呦，我走！喂，这什么？哎，哇！攻击？怎么这么好笑？王者降临，王者降临。那上面怎么站一只哥哥？我被包围了，救命！竟然是自己人啊！无名战士的灵魂啊，打光啦！你有没有考虑下来？怎么办？救到一个智障。你要下来的意思。现在傻笑。拜托啦，下来啦。下来啦。大哥，前面你滚过很多爆炸孔，哪里的楼梯可以滚到他哪里？哦，好啊。哪里的楼梯可以滚到他哪里？哪里的哪里要怎么去哪里跟哪里？哎呦我的天！这是有什么龙之类的？哎呦，远古巨龙，干两只！我这个下去可以看远古巨龙哦。返回，在你往前面。冲啊！啊！我看到仙人的智慧了。什么啦？哎呦！他是不是要吐火？我没有吐火，我觉得他等一下要吐火哎、欸。音高游戏我玩多了，冲啊！你怎么每次都要吐不吐嘞？哭嘞你啊！要吐了没？要吐了没？去去去去去去去！哦，打腿！哎呦呦呦！哎呦，还在吐！屁呀！啊！被烫死！音高游戏我玩多了，干嘞！给我乱吐！还好我开开那个，哎呦，你靠背，哎呀，被砍死了。
个少年郎就是得失心太重，扣四千箱，一辈子的积蓄都没了一样。像我们鲁叔叔，30岁的智慧死了就死了，不然怎么办呢？30岁的智慧就是不一样啦！哎呦！啊！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血是满的？30岁的腿啦，比较没力啦。弄的，哎呦，有狗啦！干你娘的嘛！2020还有人给我放狗？你鸡巴！啊！不要再放狗了啊！哦，注意。是此人龙老鼠有人啊，没有狗、哦、没有办法写注意狗。他刚刚那个骑士嘞是要下去干嘛干嘛干嘛？谁谁？哎呦！就怕耶！被烫死了！哎、欸，我好像可以射他哦！我打到吗？啊，太快了！他把他吃掉了。冲啊！尖盾冲啊！啊！砍！哦 ，You die！倒了他妈还有伤害哦！打头，果然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干！拉他姆，哈哈哈！高塔骑士的奖杯，笑死我了！交交彩彩作业，什么肤浅啊？就只会彩彩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我嘟一嘟，他就哦哦痒。啊！哎呦，我靠！那狗被我打到穿越异次元呢、欸。
哎、欸，啊、你怎么吸过来帮他挡？兄弟一场，情义相挺。你很可爱，啊！你怎么了，哥哥？哎呦，上楼喽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卡住了，出 bug 啦！啊！他又没死，靠背。这儿呢，没事儿，就是另外一个不想活耶。啊！我也不想活了，冲啊！跑跑跑跑跑向前！这游戏看起来没有 bug， 好好玩。为什么大家死同一个地方？怎么可以这么好笑？我已经在临存状态很久了，看来是要走中间这一条，才不会出大事。还好我看到仙人的智慧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？哦，不是啦，他是没有开机关直接跳下去哦、喔。我刚看上面还有一个宝哎、欸，保险起见，我不先去拿一下。嗯，我怎么看到一个飒爽登场的大哥？哎、欸、，What the fuck？哎呦！这个还会追踪哦！别吐了，别吐了！干，我要回避耶！发现丢魔法还蛮安全，妈的还不丢魔法，丢到你死！突然发现了药草很香，还有丢魔法很痛。来自 QTT6 的攻略是不是？保证笑呵呵，我也想笑呵呵，这把到底可以干嘛？哪里有山丘？哎呦，好干嘞！啊！等一下！啊！走过窄门，走左边哦，过雾门，所以在消费我。我干，为什么那边有一只恶魔？过头了，兄弟，那有什么问题？先捡。无名勇者的灵魂，兄弟，虽然我过头，但是我还是要先捡。Hello， 兄弟，哦，这个啦，哭啊！哎呦，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有陷阱啊，靠北啊！啊，这个我会射，你要跟我讲啊！哦，他有讲是不是？抱歉抱歉，我很专心的在准备笑嘻嘻的路上，没有特别注意看。买背的啦哈、哦，看到了哦，哼，新爆哥，新爆哥是不是会被点死？哎呦，这是魔法攻击。对呀，把新包哥点死了。灵魂遗痕，靠北，我以为他要给我新包。新月圆月刀加一，这个就是传奇笑嘻嘻武器，是不是？我来看这把到底有多屌。哦，干一下七八呢！我操！不愧是笑嘻嘻啊！笑死！
怎么办？我开台已经过了5小时49分，现在进入了农补品环节，是不是干脆该关台了？反正两点。防火女呢？哎、欸，防火女，防火女叫我去睡觉。噔噔噔噔，防火女，你为什么把我踢出游戏？我、哦、干，我觉得她的重制版的防火女的那个外形有强化过，给你再色情一点点。没胡子了，哎、欸，干对耶，为什么？防火女帮我把胡子烧了，人太好了吧？